位家人，大家上午好，由老宋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故事分享。在以前的故事当中，曾与大家分享过生命花束。老同修都知道，新同修未必理解，详情还得劳烦您呢，翻一翻以前的故事。但是为了让大家听故事方便，再给您简约的几句话做个总结。生命花束是灵界当中存在的一种可以代表你目前状态的一种植物。目前的状态包含很多种，比如说你的身体健康、心理状况啊等等。它这个体现形式呢有多种，有时候呢是以花的形式出现，这个花不见得是某一种花，而是呢种类繁多。我们在健身过程当中好多花我们是不认识的，也就是说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压根儿就没见过。树也是啊，很多树种地球上没有。同修呈现的模式呢是以果实的情况，比如说某种鲜果，既看不到花又看不到树。哎，这种挺有点意思。一般情况下树比较挺拔，代表男士，花呢比较婉约一点，代表女士。所以男生一般是树，女生一般是花。这里边大家要听清楚了，是一般哟，还有很多种情况，也有男生是花的，也有女生是树的。想知道为什么吗？就得翻一翻以前的故事。当然故事中有金矿，故事中有颜如玉，故事中有黄金屋，就看你是不是听了，听了之后是不是记了。故事不一定是越新的就是越好的，就很像酒一样，陈年老酒可能越醇可能越香。就像我们现在日新月异出现了一些理论，一些所谓的研究成果，它超越了佛陀的教化了没有啊？没有。已经讲述了500多个故事啊，期待诸位同修呢从一开始慢慢听，也可以呢专门收集你感兴趣的那一方面来听。好了，闲话少叙，咱们继续聊生命花束。今天为什么又重提生命花束呢？源自于昨天晚上的一个见证。这个见证要不与大家分享，我觉得对不住大家，对不住自己，对不起天，对不起地。
为啥呀？忒神奇。神奇之处在哪里啊？老叔不妨给大家分享一下。昨天还是老样子，第三方见证，老宋说的话呢不作数。这种第三方的见证模式啊，老宋越来越觉得是非常好、非常妙的一种形式，是佛菩萨大智慧的体现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比如说其中的一个见证，修复财库，菩萨给出的修复价格是1元，和我们平时的这个标价是完全不同的。因为是第三方见证，老宋必须得尊重这个结果。1元就是1元，不增不减。我没有第三方见证，如果是老宋本人直接看，万一哪个时空点老宋的自私自利的心在作怪，怎么着啊？就会想，我是见证错了吗？这和我们的定价不同，是否要提一下？咋的意思，老宋？你还和菩萨讨债还价不成？哎，就是这么讲啊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价格太低，不符合老宋的预想。那万一价格很高呢？以前在故事当中曾遇到一个化太岁，直接显示是5万人民币啊，同学，有很多人一年才这么点收入啊。老宋一下就蒙圈了，第一次碰到。如果是老宋自己见证的话，可能还发一点自己所谓的慈悲。自己所谓的慈悲是什么呢？啊，觉得对方付不起这个价钱，可不少一点啊。在历史，我们这种情况都出现过，我们的管理员或者见证人在和灵性砍价，或者呢请菩萨啊慈悲，能不能降低一些费用。得到的结果往往是不能。菩萨是最慈悲最公正的，最明白来龙去脉，最明白前因后果，最明白他
他这个付出和他所得到回报是否成正比。当时开市需要五万华台税，如果是老宋自己见证，我绝对不敢说这是五万块钱，而怎么着会直接告诉他我给你化解不了，你犯太岁，仅此而已。但是因为有第三方见证，你就必须如实告诉。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即使你心里边觉得这个可能会招来诽谤，招来疑惑，你也必须说不得不说。当时我告诉对方多去放生吧，啊，至少放生五万。同时也告知他化解的费用是五万，只是补了一句，我不敢给你化解，因为老宋怕被人诽谤，因为有太多的人不理解，以为免费的才是最好的，以为免费的才是最佳的，以为收费就是骗子，何况是那么高。直到有一次啊，我们在管理员组做群体见证，菩萨开示了一句，这是犹如醍醐灌顶。怎么开示？五万元与身家性命相比，那可更重要。大家自己算算这个账。这个时候呢，老宋也对大众说一声对不起，尤其是对那天那位同修说声对不起。我不该因为怕诽谤，怕你疑惑，而不帮你化解太岁。也期待这位同修至少放生五万元，越多越好，来改变这个不良的境遇。阿弥陀佛。晚上这个生命花束见证和化太岁这一个有的一拼，具体详情是什么呢？请听老宋慢慢往下分解。一个男子看起来不到四十岁，三十有余，四十不足，要查生命花束。当然这个前提要给大家表一表，这位男同修呢是他的妻子代查，问能查什么，哎，能不能查附体不能，能不能查邪法不能，能不能查生这个阴债受生债不能，能查太岁不能，能不能查童子命不能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十几项全部不能，只有一项经过菩萨开示告知只可以定，什么呢？生命花束。
一般很多时候呢，老宋不是很重视这个生命话术，有的时候呢就不问。但是现在经过几次验证，发现生命话术非常重要。重要到什么程度呢？可以简单这么说，能预知生死，能全面体现你的身心灵状态。连续几种查询，让老宋不得不重视，其中之一呢，就是我们的管理员，可以这么说，他这是大病有，小病也不断。中过邪法，有过附体。疾病多多，真是总会出各种各样的状况。一查生命花，才发现这个根儿拔在石头上，没有土啊。他很庆幸是学佛哈。不学佛是什么样子呢？我们简直就不敢想象。不过这个还不算啥，比起下面我们将要的故事，这个简直就是笑无间大。继续聊上面那个男子，他的生命花束是个什么样子呢？天眼查看，发现无生命话术，没有生命话术，他去哪儿了？我的脑子嗡的一声，是我们的天眼见证人累了。非也，是菩萨不给暂时，我就赶紧看一下，我一看也没发现，问菩萨呢，菩萨也说啊不是，啊不给暂时，这个时候呢，菩萨又提醒我，一切以第三方见证人为准，你不能看了。于是乎，继续去请第三方见证人与菩萨沟通。生命花束哪去了？原来啊，这个男子当初是棵树，无奈呢，根儿。叫无根之树啊，被风一吹就跑了。没有树了。我们平时在查询的时候，如果有灾、有难、有残缺。对应的生命花束不是缺肥就是缺水就是有树洞等等就不管用。可是查询的这位男子相对还比较健康，这种情况又怎么理解呢？但是他压根儿没有树，
大家思考一下。你还继续思考，我还继续聊。一会儿呢，在故事的末尾与大家揭晓答案。这树都没有，当老松怎么办？一下子就蒙圈了。15年到17年，这连续也3年了，也可谓见多识广，做法无数。但这种情况还是首次。没处理过。能不能修？能不能做法？我有没有这个能耐？这个只能请示菩萨了。菩萨说可以。不过给出了一个费用，当老松又再一次蒙圈了。怎么个蒙圈呢？是修复2次，每次5万。这不，当老宋这个穷孩儿心里边忐忑，心里边不安了。如果如实告知对方，对方会不会说你是个骗子？会不会诽谤佛宝居？会不会影响佛宝居弘法立身？因为在大多数人心中，做事情都应当免费，你收费可能就是骗子。尤其是和佛家道家沾上边的，我看的太多了。我也看到很多网络上的啊，只要是和钱沾了边，基本上被骂得狗血淋头。我很犹豫，我该怎么办？但是呢，你作为法师，你必须遵守菩萨法旨，将真实的结果如实地告诉对方。这种心态，大家身临其境地去体会一下。难呐、难也得告。于是再三权衡之下，让管理员告知了对方。对如此状况，无论是我还是管理员还是辅主，就是查询委托我们查询的一个人，心里边都会心里边产生一些波澜，这是肯定的。对方问，如果不修复会怎么样？因为人家现在并没有大灾大病，菩萨告知不修复
年内一命归西。听到这句话，老苏就请天眼见证人确认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不停地确认。没错，大爷子，历来我们查询只告知你这个灵性对你有什么样的伤害，我们都不敢保证什么，或者说我们不去做预测，因为我们也不是算命先生。但是这一次菩萨出奇的给出了这个答案，我们心还是不告，告还是不告。当时从我心里边想啊，真是想把这个事儿压下来，不告。为啥呢？自己里边有个私心存在啊。一种是类似于幸灾乐祸的心，他不修复，两年时间我再问问他是不是真的是这样。好奇宝宝的心，人总是矛盾。另外一边呢是慈悲心，老松怕吓到他。人家现在好好的，你出来说不修复两年就没命了，你不是下人吗？你和江湖术士有啥区别？我的主观思维就参与了其中了。菩萨觉察到了老松的意识，专门提醒必须告知对方，必须告知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也就是说，我的这种慈悲，那是一种假慈悲。真正的慈悲就是要将真正的情况告知对方，让对方来抉择要钱还是要命。要钱还是要家庭？如果对于一个大修行人来说，今天走明天走后天走根本没啥区别，但是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，普通人来说留下命在未来的时间内修行念佛做好事，将来能去个好去处，现在走可能就在三恶道。这个东西啊，要会权衡，要懂得抉择。这么大的事儿，老松说实话，有时候不想讲故事，但是又不得不讲出来。不想讲，
为啥不想讲？讲啊，还会有人觉得老宋一年不知道赚多少钱啊，这个5万那个10万的，哎呀，那你可发大财了，可被人诽谤的你一毛钱也不是了。吸法卖刀，你又在坑蒙拐骗，可是不讲也不行，不讲引不起人的重视，引不起人的重视，就有可能做出错误的抉择。大家想知道，如果对方找老宋来化解，老宋得这10万块钱，这10万块钱里边有多少钱是做法的费用吗？老宋好奇，管理也好奇，估计大家都好奇。菩萨不妄语，佛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妄语者。告知这10万块钱当中，做法费用是零。那老宋白得这10万吗？天底下哪有如此好的事情啊？那岂不是天上掉馅饼吗？菩萨明确告知，这10万是利用老宋的功德福报与其兑换。帮他来修复，就是将功德与福报与他形成了一个交换，这个交换还不是等价的。也就是说，这10万远远不够功德与福报的那个费用。像这种大型的法事，如果是普通人，我估计呢，做不了几个，3个、5个、10个、8个，你也就该一命呜呼了。所以法师不是那么好当的。有些人你也别诽谤，有些人你也别眼红。你要觉得这个10万块钱老宋赚的多了，你不妨把你的功德福报拿出来，钱给你，用你的福报为他来续命。你只要愿意，老宋也乐意，只要菩萨同意就行。就怕就这么一桩法事下来，你的后续的生活是什么样子，我们就很难想象，全看你的功德力和福报是个什么样子了。
当法师，那是刀尖舔蜜。悬崖上走钢丝，每天和形形色色的灵性来打交道，可不是你生活中遇到那些普通鬼神啊。俄罗斯最近有一个节目很火，火遍了网络，那里边仅仅是普通的鬼魂或者是祖先，老孙打交道的里边有妖有魔有精有怪，个个法力高强。你说你老孙有法术，老孙的家人他会吗？不会呀、啊，你要稍有差池，哪一条做的不合情，哪一条做的不合理，他不敢惹你，惹你家人成不成？你能三天两头的在这个家人旁边跟着他，帮助他，护着他？能不能？不能啊！做任何一个法事都是战战兢兢，别总以为法事挣了你几百块钱啊，甚至几万块钱啊，他咋地了？很多时候冒的是生命的危险，但是这是为了讲故事，不得已而为之。我之前经历的很多啊，惊心动魄的场面，故事里边有分享的，也有没有跟大家分享的，大家要懂，要理解。法师不是万能的，也方方面面受各种各样的牵制，各种各样的制约。下面和灵界打交道，上面还得跟人打交道。灵界里边变幻莫测，但我们现实当中的人他是看不到的，就会面对种种疑惑，种种诽谤。这种疑惑诽谤，一是来自于普通的不了解的同修，另一部分来自于同行。他做不到的以为大家都做不到，他不能的以为别人也不能，所以就生起了一种嫉妒心，如此而已啊。所以听故事的同修多多谅解吧，多多理解吧，也期待和所有的同道法师互相携手并肩共同做好每一件事情。两年就没命，没有生命花束，原来是这样。他身体还比较健康，那么对应的死亡模式，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归纳一下，想象一下呢？
比如说横死，早上出门还活蹦乱跳的，一出门就遇车祸，当下归西。之前生病了吗？没有，之前很健康。去游泳去了，淹死，或者寿命到了，睡一觉就醒过来了。记得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马航事件，上飞机前大家还兴高采烈争相合影给家人报平安，之后怎么着啊，就失联了。人生有无数种意外，不是说你现在健康就会没事情。这下大家就能简单的悟到没有生命花束是一个什么概念了吧。菩萨给的是两年，一定会等到第二年吗？就是你的生命一定会在菩萨所说的两个365天终结吗？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经常在请示菩萨，比如说我们请示菩萨，佛宝居2017年会举办多少场莲花超度，菩萨只会给你一个概数，比如说10场到30场，30场到50场，这种概数绝对不会告诉你，比如说33场、55场，不会的。菩萨是慈悲的，绝对不允许佛宝居任何一个同修，无论是管理员还是法师，在别人面前装大师、当大神、做预测家。只给你一个概述，不给你一个确述，这其中也体现了阴阳、定数与变数，也充分寄予了你的一个智慧，就是发心。做多少场，看你的发心，看你的愿力，愿力大于业力，你可以改变这个定数的。菩萨慈悲，菩萨智慧啊。为什么此地提到了莲花超度啊？是因为故事当中这个同修啊，参加过一场莲花超度。当天他们夫妻俩开的车，拉了几个同修一并去参与莲花超度。刚到莲花超度现场不久，他的孩子呢，可能是脖子不舒服啊，还是什么情况，进了医院，福报不足，有阻碍，有障碍，他们立马返回，没有参加完整的超度过程。但是这种状况就没有功德吗？不是的，有功德。千里迢迢驱车直往，有发心，
且呢乐于助人，拉了其他的几位同修一并前往。有人来，无功而返不是他们主观意愿，而是客观情况。功德一旦在，到的这几位同修表象看起来是一个两个三个，哎，就这么几个人，实际的结果呢是帮助他很多众生。因为这三个人是缘，是线，是桥，还牵挂着维系着很多和他们有缘的冤亲债主。和这三个人相关的那些冤亲债主，因为他们的忏悔和到来，就能走一部分，那么度的众生数量也是很庞大的。因为此功德才有此机缘。大势至菩萨开示过，莲花超度的功德是我们的思维无法想象到的。既然无法想象，我们也就不去想象。总之，参加莲花超度，菩萨给了他这么一个机会，这个机会有了，你把不把握是这位同修的事，就看这个同修有没有福报，有没有智慧去抓住这个机会。这个故事更多的是说给我们的广大听众，在机会到来的时候，千万千万别错过，别因为自己的懒惰而错过任何一次莲花超度。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记得佛宝居在莲花超度上全免费的，老宋免费做法，管理员同修啊免费提供咨询，甚至呢帮忙找场地，帮忙组织，我们不卖元宝啊，你找谁买是你的事情，你在淘宝上搜那些法会所需要的那些用品，你自己买，费用你自己投，我们不参与，除非是管理员自己啊，他们发心想在他们本地做超度，这个老宋也一样不干涉。对于管理员或者普通人，老宋一视同仁。无论你谁举办，老宋都随行；无论在哪儿举办，老宋都赞叹。莲花超度，救度无量无边的一切众生。无始劫来，很可能谁都做过了谁的父母，谁都做过谁的子女。大家呢，要摒弃地狱之见。比如说，我只想给
山西超度不想给河南超度，他是只想给广西超度，不想给海南超度。啊，这个人呢，只想给中国的超度，不想给美国的超度。大家呢，不要有这种地域概念。从根本上，我们要爱国、爱家，但对于灵性上来说，我们要摒弃这种分别。因为我们平时操作的时候，大家会发现有很多地球之外的多维时空的也会到来，量大才能福大啊！期待诸位同修呢，在2017年都能努力，都能加油，都能积极的参与到联操大会当中。现在已经北京时间11:05，今天的故事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，祝大家天天开心，人人幸福，也期待这位同修能将老宋的故事多多转发，不仅仅在你的朋友圈，不仅仅在微信的群里，微信群有一个转发功能叫多选啊，一次可以发9个群，不妨呢多转一些 QQ 群也可以， QQ 空间，总之呢，你想方设法把故事转到更多的地方，让更多的同修能够见到听到，在新的一年有更多的同修愿意发心举办莲花超度，感谢阿弥陀佛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也将此讲小故事的功德回向给诸位善知识，回向给所有听小故事、转发小故事、随喜小故事的师兄、朋友及一切众生。愿大家家庭幸福。人人呢开心，早日证悟成佛，人人回归极乐佛国，阿弥陀佛。